二位提问，然后我会抽选问题让大家来报。好，我觉得它太低了。对，因为一会儿你们还要站起来。对，没有、啊、没有站起来啊？是吗？我的拖鞋会露出来吗？要站得多远、啊？你可以看你一个，就站在拖鞋露出来截止的那个。哦，可以。哦，立住了！哇、哦！啊！我手机自己立起来了，我手机立住了。开始吧。好的。大家呢？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邀请了我们的皮皮乐，因为我才发现你们的缩写是。TTL、但目前来说好像撞一下哎呀我们撞一下什么撞一下甜蜜啊为什么要撞甜蜜啊、太难了然后那就是说我们先来我们的第一个流程啊然后先好我们先站起来好吗朋友们啊已经站起来了吗那看肚子吧看肚子好啊，然后呢，我们今天的深夜课堂就正式开始啦。然后呢，好，我们第一步啊，我们要先了解什么是唱歌，对吧？我们的身体是什么东西啊？我身体是我知道了东西。哎，好，好了，能看到，有点看到你的背影。那我也这样，就是能看到你的背影，没有关系。啊、哦、啊、能看到我的桌吗？我看不到，看不到，直到这里。OK。好 ，OK， 好。那么首先呢，我们要了解一下我们的身体对于我们发声练习来说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好，第一步先摸着我们的腹部啊，肚脐下三指的位置上啊，不是大肠的位置啊。好，这样就是丹田啊。对，恭喜皮皮答对了。好的，真好呀，真好呀。对，那我们的腹部呢，它主要是在我们的声乐里面，在我们唱歌里面是给予一个气息的组成。对不对啊？对，那我们声音的长短，我们声音的强弱，是不是都用我们的腹部去来控制的呀？对，是的。所以我们腹部在我们唱歌里面是有一个很大的作用的，对不对？对。嗯、哎，那大家有的时候有测过，就是体测的时候测过自己的肺活量是吗？没有，没有。很久以前测过，那已经很久。那个呢，就是对于我们肺活量的检测，对不对啊？嗯、好，那我们腹部往上面是走着什么呢？胃，心脏也太高了吧？这些可能不需要。我们上面是胸部，对吧？胸部呢，主要在我唱歌里面用于是一个叫胸腔共鸣，对吧？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啊？胸腔共鸣，听过。脱了，哎，对，感觉穿了个肚兜在身上。然后胸腔共鸣呢，它主要负责的音域是一个中低音的音域，对吧？中低音的音域。好，那我们中低音呢？大家可以练习一个叹气的练习，然后在 I 的基础上发，感觉到你的胸腔在震动，靠自己摸，哎，对，它是微微在震动的，那这个叫胸腔共鸣，好吧？胸腔在往上走什么呢？嗓子，脖子。嗓子，哎，喉咙，喉咙，对不对？喉咙呢，又有一个名字叫声带，对不对啊？我们是不是都是要靠我们的声带去发声的呀？对吧？我们声带可以讲话，对吧？也可以唱歌，所以呢，我们声带对我们唱歌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不可以把我们的力量放在声带上，而要放在丹田，真不错。好，那我们声带，大家知道我们声带是通过作用什么来发声的吗？是怎么发声的？通过什么？讲一下，声带是通过声带的闭合来产生声音，对不对？声带闭合了之后，你的声音才能出来。像我们讲话呀、唱歌，它的声带一定是闭合的。当你放松的时候，你的声带是分开的，对不对？好，那我们声带也会有一种可能，大家有没有人唱歌，大家会听到很漏气？我对你付出，是这个样子的。那说明它的声带是没有完全闭合好的，对不对？那当你把自己的声带闭合好的时候，你的声音是又透又亮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也要平衡保护好我们的
声带，因为我们的声带也是就是要发声，它是要有摩擦的，所以平时唱歌啥的不能就是一下子唱的好长时间，对吧？一首唱一首 KTV 的那种是绝对不允许的。好的，然后我们声带上面是什么呢？声带上面是嘴巴。嘴是耶，yeah, 我又拿了一分，真好，真棒、啊。对，声带上面是嘴，那嘴对于我们来说，平常除了干饭以外啊，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功能，就是我们唱歌是不是要讲歌词啊？是不是要咬字啊？对，是，对吧？大家有听到有些人咬字，它是非常含糊不清的。对，那应该就是我了。那这个肯定是不好的，对不对？我们要把它很字正腔圆的讲出来。还有人唱歌呢，不知道嘴。他的嘴巴都是这样闭着唱的，对、哎，那这是不是也不行啊？对，哎，还有人一些可能有一些大舌头的感觉，可能咬字啊什么，就这些都是一些小问题，但这些问题都是正常存在的问题，好吧？然后呢，嘴上面是什么呢？鼻腔。对了，嗯，鼻腔，鼻子也对。哎呀，今天乐乐得一分了啊，然后就好难得哦。鼻腔有一个什么名字呢？鼻腔。共鸣，对了，对鼻腔共鸣。那鼻腔共鸣呢？其实对比于我们胸腔共鸣来说，鼻腔共鸣它主要负责的音域是不是要比我们胸腔共鸣高啊？对吧？因为它本来的位置就要高，对不对？那鼻腔共鸣主要负责的音域是什么音域啊？中，不知道，中高音。哎，哎呀，他就说出来一个字，我也知道是中高音。那你刚刚不是说不知道了吗？人家都说中什么了，你说不知道？中高音啊，对。哎，你看鼻腔共鸣很多的，大家听张碧晨唱歌，鼻腔共鸣很多，对吧？然后，那我们鼻子上面是什么呢？这是什么来着？忘记了。头，我的头，头什么来着？头腔共鸣。对，头腔共鸣，对不对？那头腔共鸣对于我们主要负责的音域是什么呢？高音吧。哎，对，头腔共鸣主要负责音域是高音的音域，对吧？基本上所有的高音，我们头腔共鸣什么都可以用得到。是的，哎，那还有一个我们要插入的点啊，我们还有一个，就表演者来说，就是我们还要用眼睛去跟观众进行一个传递情感的对话，对，对不对？用自己互相的大眼睛跟观众传达情感，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眼睛呢，也不能我们一直唱歌就闭着眼，对吧？也不能就好像别人欠钱似的，对吧？也或者也不能就是哪儿不看，我们眼睛是不是也要跟观众传达，对吧？那比如说很简单，比如说大，因为就是你们两个人是参加拍档的嘛，那比如说你们俩如果唱歌的话，那是不是也要用眼睛给对方传达情感的？看情况吧，这个看情况，这个是的。但怎么你闭上了眼睛进来？对，这样来说，就是我们还是要给对方传达自己炙热的情感。对，好，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腹部。再摸着我们胸部，哎，再摸着我们的喉咙，摸着我们的嘴、鼻子、头，哎，它是不是形成了一个竖着的通道啊？对，是的。哎，那它是不是相当于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自己的乐器啊？对，所以我们要用自己的身体去发声，对吧？所以是不是我们要同时兼顾很多个部位，对吧？对，我们有的时候不能说，哎，我的声带配合好了，我的气息不好了，或者是我的气息好了，我声带没配合好。或者说我气息好了，我没有头腔，我对吧？我没有胸腔，那这样的是不是都不允许？所以要我们同时作用，对不对？对。好，那我们大概先了解一下我们的身体，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下我们身体是我们的乐器，对不对？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就要到就是提提非常好奇的一回，特别期待的发声练习了啊。好，我们声乐练习呢，主要分为两大板块，一个是发声练习，一个是歌曲练习。还健在吗？健在。好的。你没碎吧？没碎。他们被摔了。哎，你把它先竖着吧呀，不然你很这样吧。摔得好疼啊！好，我们开始。这么多年。来。
来吧，我们接下来就是说要练习我们非常期待的环节，就是歌声练习啊。来，第一步大家一起，大家有练过纯颤音吗？纯颤啊，有啊。好啊，来来，大家先简单的先嘟一下，看看能不能把你的嘴巴嘟起来，嘟到一个耳朵。到底是啥声？很好，大家的嘴唇非常的灵活，就是说，然后呢，现在呢，我们先。我的手机会那个什么，哎，这样吧，来，这个给你敲在上面，你的 iPad 短暂借我一下。好，要么我们把这个推到这儿来，你顶着这个啊，有道理，真聪明啊，也可以用 iPad 都可以，对吧？哦，好了，哇，这个角度也太痒了，救命！你压我把你手机带
口音的练习，发一，一二三，一，说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哎，一，然后弹上去，一，看去，哎的，一，把一拉长，一不变。
失忆。救命！唱歌很累的。乐乐在划水，谁在划水？我都出汗了。出汗了吧？其实唱歌的就是会好热。然后我们再练一条发声练习啊，再来一条发声练习，我们练一个。腹肌要锻炼出来了啊！我嘴要吃孩子，是不是已经？
手机会拍的，对，然后呢？哎，再等一下，他就不好拿捏他。手机会发抖。我知道了，我以前的腹肌是笑出来的。腹肌是笑出来的。对，因为我一直不会用腹部力量。你现在其实也有在那说明人成长了。我节奏最长。我们跳舞有拍子，对不对啊？对，我们跳舞是有拍子的。好，那我们，那我们就先跳舞，是不是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呀？对不对？那我们先啊，就按这个拍子啊。一是拍胸脯。好。二是拍胸脯。三是拍手。四是拍胸脯。那连起来就是好，好，我们就先前面两个八拍，对，还有一个八拍，啊，不是一个四拍，对的，一二三四，好，然后我们五是拍胸脯，六是打响指，七八是拍手，七八，然后我们连起来，慢一点来一点，对的，老师，你继续，我在适应，慢一点，好想拍手。一、二、三，有什么像？五、六、七、八，好，会了，真会了。预备，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什么？在干嘛？我们就一二三五七八二三五六七八，再轮回到那个来呗，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七八就拍一下，啊，那为什么八不没有七八？对，就是要练呀，就是要练。如果要是有的话，跟上一次一样。好了，我知道了，对节奏的。好 ，OK， 我待会儿胸脯都拍红了，都拍着拍着胸口拍红了。怎么回事？这个角度有点太死亡。那就这样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哎，等一下，有人划错了啊！我错了吗？你错了，我哪里错了？我好像没有错吧？不记得，我也不知道。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我感觉二三四五六七八，救命！我的头没有了。真的是好麻烦啊，这个直播。那还是没有你的头。我有头。哎，好了。我们再来一下，我们再来。救命啊！跟着我们一起练啊！来，我们再来一下，预备，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三四五六七八。我跟上了，我没跟上。相信自己，我感觉我在手忙脚乱。来，再来一遍，走。行不行？加油！来，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完了，这个节奏。再来，没关系，再来。救命！没关系，再来一遍。一。
这要拍两下，中间两个衔接不对，对。但是我老想在这个打手指的时候手就撑上去，我想这样。来一张。我老想这样，这个做完就开始拍这个。是什么？你知道你们前面有人，就是你，我觉得你们七八还挺好的，就是没有人，就很多人就是前几期有人就是不受控制。七八啊，是吧？我也会是七八，七八，七八。再来，来，三、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我要想拍这个。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五、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完了，救命！我已经拍两次胸脯，变成拍两次手掌了。真的好厉害，救命！我说到手脚不协调。啊，我们对这个就是真实会谢。大家对一个节奏的敏感程度，没关系啊，再来啊，我们再来。完了！还有音乐这个还有跟音乐的吗？对，我们还有音乐哦。我已经忘记了，我已经忘记了。是吗？就像我说一个字，说久了之后，我都不会说那个字了，陷入绝望，我也陷入绝望。音乐的这个其实特别好，就地自裁。给大家播放一个会员歌曲。会员歌曲。周杰伦的吗？稻香。放空自己了，这首歌太适合放空了，感觉我在稻田里。Thank you.
拍着拍着就开始走神。好，这以防那个老年痴呆症，我感觉真的，真的我也是觉得。好，下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的粉丝提问环节，然后大家可以就是想问我们，我不会，我不会打赏。朋友们，然后大家这样答不了。在公屏上，然后搓不响。大家来这边抢一下问，搓不响。对，然后我们现在干活。什么问题？是问他那边吧？不在我们这儿，不在我们这儿。我不会打，我不会打，打不响，我手搓不响，是废的，没用，我这手没用，假的。啊，我看到了一个感兴趣的问题，就是双方对就是你们毕业之后的感想。就是非常的平淡的一天，非常平淡的一天，对，内心没有什么波澜吗？完全没有波澜，就像没有这个人存在。就是今天我的电梯看到他，我才想起，哦，原来今天有声乐课呀，我都一整个忘记了。是谁在我房间门口叫的我呀？是谁在我房间门口叫的我呀？真的，我超不喜欢你的笑声。我超不喜欢你的笑声，你知道吗？就是有一天，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刷抖音嘛，就你的那个笑声在我的抖音循环了一天。什么感想？很平淡，真的很平淡。我都不知道门口谁在叫我，说实话。还有谁听吧？我不知道，还有谁？很多人会叫我的。Such as， 比如胡小慧，我还有刘书全，是吧？是的。还有谁？还有很多呀，卡子哥也会叫我呀，阿七文也会叫我呀，陆天慧也会叫我嘛。好，然后。反正都比你叫我叫的多。好，这个是属于还有 Komi 是什么？ Komi 啊，我还有个问题啊，就是对方一开始参加单身通道有第一选择吗？是谁？我没有，我这也没有，没有吗？有吗？没有，就是都可以，都可以。其实也不是，就随缘。其实我也是随缘，随缘。好，然后就是。两人真正变熟的契机，我们很熟吗？好像不太熟哎。对，那你们变不熟了？我们就没太熟过。对啊，就一直不是很熟。就是这个答案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啊，是。单身赛道结束后，为什么会选择乐乐？因为他只是想找个上海的。什么、啊？小王，这个还挑户口吗？这真的挑户口？这现在都已经就是说大家已经挑户口了。谁？你怎么能这么直接的就说出来一些我从来没有说过的话？真，我找他是因为上海的，因为他性格好，比较温柔。你信？后来才发现原来一点都不温柔。哎，我不相信，你找我之前都不知道我是谁。我怎么不知道你是谁啊？我担心赛道，我可是第一个跟你说的话。这个人动手动脚。他说他填一个队里的名字，当时我说不要让你填队的名字，应该多去找找外面。我填的队里的谁？你不是说想填个队里的名字吗？是啊，我填的队里的谁？我咋知道？你不知道？好，你填了队里的谁啊？谁呀、啊？他填了队里的谁啊？我填了卢天慧。你填了队里卢天慧啊？你填了队里的卢天慧？对啊，我告诉你了，我当时。你记得了呀？没有跟我说过你吧？我不敢想象，对，我不敢相信喜欢卢天慧这种类型的。我没有啊，他，我只是找个随便来个熟的。哦，啊，干啥？好吧。随便来个熟的，因为万一不熟的，你看，你知道吗？他们有的签很吓人，有的签是坐在对方腿上喂他吃饭，这多吓人！谁啊？谁不说
是谁吗？我记得啊，我不记得了，反正就是当时有很多互动很过分，好吓人。真的吗？我的互动是捏对方的耳垂捏三次，你说不找个熟的多尴尬呀，我跑过去捏你耳垂。还好我找的是熟的，好吧？我这不找熟的，吓死我了！我喜欢一点刺激的感觉吗？那你喜欢，我知道你喜欢。但是一定要不熟才刺激。对啊，你说好多好玩啊！不，对啊，熟了就很 boring， 懂不懂？一点都没有刺激感。还有就是，给对方的那些妹子 ，HJL， 蒋舒婷。对，现在符号也行。我一般背全名。没有，很好，他已经很好了，没有在后面加个 S N H。那我倒不会。然后我要看看。他们总让，但是这个是属于大冒险。什么呀？总让就是乐乐可以叫一声你的前辈吗？太可以了，太可以了。什么？蒋舒婷前辈。前辈好，乖。哎，我怎么突然卡了？什么？怎么卡了？立马端起来。武器大前辈，武器大前辈不还是个小屁孩？谁小屁孩？你呀、啊，我才不是小屁孩，小屁孩。现在应该好。各叫各的，对。好，然后我们就最后一个问题喽。好，然后我们来看看，你们都问了些什么问题？一点都没有促进感情，反倒越来越分崩离析，真的是。现在有一个促进感情的问题啊。我想跟他做陶泥，这不是我听见吗？什么？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哎，那个陶泥是那个吗？对，对啊，对啊，我提的吧。陶啊，我提的，我说我们是做那个，然后现在疫情是做不了。谁提的？我提的。那我可能我不对，好像不重要，反正重要的是，好吧，我们俩都想做陶泥。这就是我们想做的。还有就是那个你们的乐高平台没有拼完，没有拼完。因为我在抖音看到了那个乐高的卡。哦，这还有卡的抖音上怎么这么多卡的？奇怪怪。就我抖音刷到你们两个其实蛮挺多的。啊。对，但最多的还是你的笑声。哎，其实我知道你抖音看什么。有一次我看到了。啊！不是。什么？我听听。我抖音就是会。你们想起来了？看一些天草。对，天草。对。别问，为什么不认？好，就是说，对，因为怎么说？对，然后我们今天就是，你们觉得是彼此促进了感情吗？你说今天这堂课吗？够呛吗？你说呢？啊，我也觉得好的。有啊。好，那我问一个问题吧，是我自己的问题，就是你们对于你们拍档的那个，你们拍档舞台的构思，就是我是一个，就是那个舞台有一趟。你先讲吧。为什么会选择就是跟老师之间的一个应聘？没有，其实我选的是校园的，然后我想他比较适合的，可能就是成熟温柔一点的。谁说的？我是很幼稚的。然后开玩笑，就是比较贴切自己生活中的性格，会比较在台上。他是校园系的代表，好吗？就是没有比较假的感觉。然后就这样了。所以你们俩的选题主要是有这个想法。
是的。这个这样是最小的，因为我们用的是大音箱放的，手机离音箱比较近，所以就有可能你们听 BGM 声音会大一点。当然我可是校园风的啊。还有一个什么夏天的时间怎么谁生日？不知道啊，谁生日啊？啊，是你生日吗？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你居然生日了？我不知道啊，他居然生日了耶！哇，我才知道我下周生日，啊，天哪，救命啊！我下周生日坚持不到，不让出门，好尴尬。对，为什么不能出门？我会哭的，我会在上海，我会在上海用眼泪淹了我们的中心。没事，我昨天已经吃到刘诗贤的生日蛋糕了。啊，对对对，然后还亲了他一口。是的，对吧？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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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开心了。也不及你亲小包啊，你的这种搂上去了亲的。我好歹是生日送的一个人。两个人有点单调，确实是有点单调。也不够单调了，都吵成这样了，四个人的话有点，有可能会打起来。就是他拼乐高的时候非常的专注认真又很厉害，每个都拼得很好，让我觉得他真的在拼乐高。嗯，他真的在，对，他真的只是在拼乐高而已。但是一件事情一直就是在拼乐高，我觉得非常的有点小枯燥，然后他就一直的在认真的专注一件事情，让我觉得非常的非常的卡哇伊，非常的认真，非常的成熟。嗯，好。那你更喜欢他是认真的拼乐高，还是说他很认真的在捣蛋？没有，我已经很努力的我在专注这个事情了。你刚刚有啥问题？就是如果你是更想要他认真的拼乐高，还是不认真的拼乐高？我当然希望他认真的拼乐高，因为拼我一个人是拼不成的。如果他能拼的话，我就可以在旁边玩了。我昨天已经说过了，下次这个乐高还有一半我自己拼，在旁边跳舞，在旁边跳舞可以，反正他也坐不住。满嘴跑火车吧，这个人。对，印象深刻，就是比较满嘴跑火车。对，因为我印象中很深刻，就是。就像我之前刚刚不是有提过吗，就是单身通道那一天，他一下就说，哎，还在乐，你是想谁？我在想这个人是谁呀，啊？是你不认识我，不是我不认识你。我在想这个人是谁啊？你真的居然不认识我？我知道，因为我后面那个有听说，我后面那个是蒋舒婷，但是说实话我也没对上脸。然后过来，哎，还在乐，你名字写的谁啊？不是写的我们队的。他说谁，我先写了，天后来说你先写你们队的，好无聊。我谁都知道，没有，他只是随口问一句，因为他讲两句非常能讲，停不下来的讲。好，好了，我们没有问题了。好，耶！人家写谁？写的王瑞琪啊？你写的王瑞琪啊？我挑了一个认识的人写。我以为写段奕轩。写王瑞琪啊？那怎么挑不挑一个不认识的吗？你还说王瑞琪又认识又不认识的，就这种感觉还恰当，有点，就是又认识又熟又不熟的，太可惜了，现在没有，就不能太熟也不能特别不熟，可惜呀，啊，可惜呀，啊，打我干什么？来，呵呵，啊，要开始唱歌了，开什么啊？今天开小节唱，快了，就是欢快一点就行，唱小鸭。老师哪个比较简单？扭了，给你。这俩，这还不是扭了？你那个我怼人好厉害，谁 MC 上节目？哦，那你们想唱？没事。唱小冤家。好，唱小冤家吧。小冤家，你干嘛？好大声吗？没有，先给你点乐器。好。我不行。什么？我们
可以先唱一次小冤家，因为我唱歌歌词对我来说太难了，我不定读得转。那我们唱歌，你觉得唱什么呢？你听过哪首？哎，我们可以试试，可以试试。小冤家，小冤家，小冤家比较简单。但是如果没有歌词的话，我们俩会不会很难？啊，对，我没有歌词，老师，你们可以用我的 iPad。好的，我应该拿个 iPad 下来的。粉丝想听情歌哎。我们先唱一次吧。喂喂喂喂喂，小冤家，你干嘛像个傻瓜？我问话，为什么你不回答？你说过，爱情是真是假？他原唱是，就是这样，这是谁的原唱？啊，不不不，那个哎呀，哎，这还咋呀？那我们不要唱小冤家，在干嘛？干什么了？小冤家，你干嘛像个傻瓜？唱，那唱成全吗？老师，可以啊，成全我觉得应该可以。你会唱成全吗？我其实有可能我只会唱副歌。老师，我不会。我来，我来。我也不太会成全。哎，挂错了。我有可能只会唱副歌这首歌。小大一点吗？哇哦！要不要听听？啊，我没听过。小情歌是谁的呀？小情歌是宋小绿的。小情歌会唱吗？你会吗？我觉得这首歌比较适合你。为什么？因为你是不是低音比较合？不啊，我低音高音都还行。因为只是低音我能低下去，不是说我低音比较好。小酒窝的话，一笑倾城比较低，是吗？我不用声，我可以唱男生的。对，他是可以唱男生，我是唱男生。不，男生的可以副，就是主歌的话，它还是很低的。哦。对啊，我唱男生的主歌，他唱女生的主歌。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我知道了。唱着我们心中的曲折。夏天的风只对你有感觉。哦，夏天的风是什么？原来不是地心引力啊，我还以为。啊，这首歌，也不高吧。嗯。说实话，我嗓子已经哑了。啊。哈哈哈。会唱那个。不能给我一首歌时间。我会唱副歌。我也可以吧。哎
哎呀哎呀，他没有听哎呀哎呀哎呀这首歌高吗？哎呀哎呀，挺高的。你们会唱吗？我会。我不知道，你要放一下。老师你唱一下，老师你唱一下。啊啊，会吗？有点耳熟，应该会吧。对，因为其实前面小课堂有人唱过。是吗？哎，对。那我们还唱，你说好甜他们唱的哎呀呀吗？不是，恶作剧，暖暖，暖暖，如果的事。啊，暖暖你们会唱？暖暖可以。嗯。暖暖有火车。对，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也唱过。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对对对。错离开尘埃的风雪，暖暖要不要？好的。与你当初一起爱的痛苦，我有一个。你先唱吧，因为我记得前面比较低，是吗？正好展现低音，我是有点低不下去。我这低音也没有什么好展现。直接开始吧。
我都唱不上去了。我自愿演唱。都可以都爱你现在是都可以完了不会唱了。都可以随便的你说的是的上下开的的的看清你的的都可以随便的的爱的啊啊啊啊啊都可以随便的你说的我都愿意去爱的了。我太不爱张嘴了。你平常讲话可能是不是就没有这个太张嘴？对，我每次录音，老师都说张嘴。张嘴。都可以随便的，你说的我都愿意去。小火车摆动的旋律，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我很久没有认真唱歌了，所以我的声音都不甜了，是吗？因为我你把它录了，你不是要录它？没有录。他必须得这样。哎，那我们把麦关掉不好。哎，还关不了。怎么能关掉？就你只能这样子。那就这样了。完了，我也要接受那个。从哪儿？又听我的，又开始听我的，或者从头来一遍，你们唱。你们可以唱的段子，不录。来，你现在听看，你们可以唱的段子，就是因为它本来就是很欢快的情歌嘛，你不用唱的。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愿意去乱一点。来吧。段子，张嘴。都可以随便的，你说的我都愿意。小火车，都可以随便的，你说的再短我都愿意。啊，戳笑穴了。来，都可以随便的，你说的我都愿意。我们要不用麦吧？他们说我们用麦声音就是好像听不清，听不清吗？就是他们说不用麦，用麦你们听清吗？音质很差，音质差，你手机收音差。我但是其实之前都是会，还好。他们是听得清，哎，不知道哎。他说音质非常差，他说要杂音。你说的清唱，他们听得见吗？用这个，你们试一下。都可以随便的，你说的我都愿意去。我的唱是不是很低？清唱是不是很少？能听到我声音吗？都可以随便的，你说的。好，那没事，你们去拿麦克风好吗？啊，好。我觉得你们不拿麦克风，对，都可以随便的，你说的我都愿意。去小火车摆动的旋律，可以是真的，你说的。可以是真的，你说的。对，好。你不要往上，我还听我的。我不听，我不想听你。不是，我也不想，他就只能。而且老师被卡了，这下滑不下去。你堵你手机的麦、那我这样呢？对，你手机麦被堵住了。哎，我是横屏，所以我没堵住。你要不要？我横过。那这样好了吗？这样好了吗？好，这样可以了吗？堵住，别听了。都可以是
我完全信任你。再来，听我的啊，我的，因为我。没事，为什么一定要重奏？不是，我嗓子哑了。哇哦，熟悉的安全感。啊，张嘴做核酸了。对。这又是在哪里？细腻的喜欢，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低下了头，我们两只糖许个吻，走心房，暖暖的好饱满。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乐乐，你还是嘴巴张开。好，张嘴。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刀子也张嘴。好，我知道为什么我唱歌越来越不甜了，因为我不张嘴了。我以前都张大嘴，因为录音师就在我旁边，你把嘴张开。
对你来说有点低。那很久没有唱甜歌了，不会唱了，你知道吧？我的嗓子已经往下沉了，不是往上提的那个我了，知道吗？找不回曾经的感觉了。我最近都在唱悲情歌，好吗？就是我的朋友们都在给我点悲情歌，每天都在悲情。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
难了。哪难呢？你不是难还是啥难呢？等我笑的太难了，笑了之后唱不出来，你知道吧？我人笑了就没有力气了，失声了，我失声了。你可以随便的，你说的我都愿意去回忆。满足的旋律，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给你的喜欢，你说真的好实感，什么困难都只有希望。我哼着歌，你自然的就写下一段，我知道慢慢就在胸膛。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人希望他过得好，他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难了吧？这首歌可能一直在看谁唱吗？我俩在看你。真的很，真的很累。我疲惫。老师想听你唱。老师想听我唱，不是老师想听他唱。老师是老师想听谁唱？好，我们等这个一会儿。好，等最后还有一个。好吧。休息一下，让乐乐舒缓一下身心。我觉得他刚才已经是没有办法在正常唱。也没有吧。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的。我只是因为笑了之后就不会唱了。但我看我感觉就是迪迪跟你就是很坦荡，很坦荡。为什么不坦荡？为什么？不是，主要是不能让我笑，我一笑就会一直想笑，停不下来。你是因为什么想笑呢？不知道，有可能就是因为迪迪的坦荡。不是，因为我感觉很搞笑，所以我就想笑。可能跟我唱歌会搞笑。对吧？也不是吧，为什么会跟你唱歌会搞笑呢？就你看到我会想笑。也不是吧。不是，好吧，我觉得他更多的是害羞吧。特别因为我感觉因为他看见我们今天的大眼睛互相不敢直视。是啊。是吗？又毕业。什么叫又毕业？我们毕业了还没好好吗？来吧，我们来一遍，控制自己的表情管理。表情管理。偏一点啊，这个太高了。都可以随便的，你说的我都愿意去。小火车摆动的旋律，可以是甜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喜欢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冰箱热汤，我换了两只汤匙一个碗，多兴奋，暖暖的好饱满。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人。哇哦！这首歌这个月不想听了，真的。
我唱这段吧。可以随便的，你说的我都愿意去回忆，满足的旋律。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细腻的喜欢，你手中的好时光，什么困难都愿意希望。我哼着歌，你自然的就写下一段。我知道，暖暖就在厨堂。我是快递了。其实你很胖，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人。知道的，就像我们的舞蹈课，正常一节一个舞蹈要上好几节课，但是我们一个舞蹈一节课。对，就是其实正常是要三到五节课，所以当三到五节课唱这首歌，真的在第三节。真的。对对对，你看一节课都这样了。真的，主要是这首歌就一直会唱，就是大家都会唱。就一直是副歌那个。对对，然后就感觉这个对对魔咒一直。哇、嗯、哦。好，然后我们好到老师表演了。啊。想听哦吼，高难度的，想听煎熬，什么？因为我今天就是生理期。哦哦哦，那我们就唱一个差不多难甜歌，差不多难。唱一个人呢？好，好，没有听过，好像没有听过。人呢？人呢？啊，不唱了，救命，封嘴。桌子里头有没有一个粉笔和口红啊？那里有一个粉笔，不知道是谁的。有口红吗？没有哦。桌子里头没有吗？没有哦。没有看到口红哦。哦，是你看到水子哥，快挡住。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唱得很好听。你什么时候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了？你自己听的吗？哎，教练。哇，一元团比心，给你比心。
起了，净化了心灵。下来再自己默默思考，人呐、为什么区别就这么大呀？人呐、然后我们今天快乐的时光总是非常短暂，对，所以我们也要预告我们接下来的嘉宾们。哇哦，是哎，嘉宾。然后我们也可以预告一下我们接下来的嘉宾，就是。不知道，卢啊，卢什么？卢什么？他不是下一期的，下一不坠卢啊，不是那一期的。金良缘吗？不对啊 ，S 的啊 ，S 的 ，S 还有哪一对啊？水，是还三个 S 和叉的，两个人都是 S 的。哦，青旅吧。啊，也不是，不是，是那个，是那个宁珂，不是，谁啊？是那个，不是是那个叫什么来着？谁啊？叫佳，卢佳，那个谁？哦，花前月下，不是，有没有关于前卢娇怎么回事？哎，对，卢娇四期是谁啊？哦。所以呢，我们下一期的嘉宾就是我们的秋和朱涵。哇哦，所以希望大家。
拉票，好，拉，我拉，你怎么发呆了？啊，我就感觉你家人还思考人生呢。拉，我在迷茫，拉拉拉拉拉拉，就是大家拉，默默支持我们的吉吉乐，然后给他们票，然后我才发现你们的缩写居然那么甜，是吗？对，我发现你们缩写是 TTL 的，那是都是我们拉票吧，那就是说，怎么啦呢？多多支持我，多多支持我们三位，一位叫蒋志平，一位叫韩家乐，一位叫严娜。是的，严娜老师，感谢大家支持，谢谢各位。等一下，怎么你要干嘛？亲我一口。啊？什么？亲下一口吧，亲我一口，快，大家快点啊！什么东西啊？在干嘛？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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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一天经历什么了？我今天一天，我从今天白天不十二点之后，证明你们俩没有毕业快，快点，我们俩毕业，没有没有，我已经准备好了，请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已经准备好了，我没有准备好，我没有准备好，我昨天刘贤让我亲他，我做了很久的心理建设，谁让你亲他？你要亲多少人呢？因为我今天已经亲了两个。哎，刘志远那个还是我答应他的，这个你这个有点不合适吧？有什么不合适的？很难吗？简单的要死。好了，那就这样吧。来，真是的。啊！救命啊！好了，我要下播了，朋友们。好了，我也要走。看看，我要下播了，等一下我下一点电火，你吃的看。像这样的节目多来一点好吗？像这样的拍档多来一点好吗？就是说，非常的我，像这样的拍档多来一点吗？救命！为什么？好突然！对，像这样的拍档多来一点。下一期的拍档，下下期的拍档，下期的拍档。只有一个比一个更过分，好不好？不要多来一点，请大家比我们过分好吗？请大家比我们过分，我们要卷起来，卷起来。不卷起来不是人啊！下期拍档就是之后的拍档们，大家们就是说要有一些警觉性。好，对，学起来，学起来。好。乐琪琪是不是有点不开心了？了你为什么不开心？我没有不开心、啊。是啊，为什么说他不开心？他们俩不知道开不开心，反正我最开心。好了，我满足了，咱就是说。我也满足了。好，那么我们今天。辛苦你了，老师。辛苦老师。老师已经开始抠脚了。我已经紧张到抠脚了。真的，我太快乐了，朋友们，下一期的嘉宾看到了吗？下一期，咱们就是说按照这个标准来，好吗？往这更上。我好惨。是学费。我今天真的。我们快乐时光在这里。对。快乐时光总是短暂的，我们要下播了，拜拜。再见了，朋友们，辛苦你们，魔音挂耳，走了，拜拜。